我父亲曾经说，一个人最大的生存动力，就是他渴望自由的意志。命运的玩偶，没有人会注意到这家伙，因为没有人看得出他是什么，连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会产生兴趣？那么多人就这么，跨过去了。可就有人偏偏对连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产生兴趣，捡起来吧，哈哈。我们时刻都在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比如这一件 Reginald， 你的命运就这么改变了。拜托你的名不嘛，朋友，莫告。不是你妈，你还是拍照了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跑得快呀，跑得快！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呀，跑得快，跑得快呀，跑得快。世界上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东西有很多，比如文化大革命，比如一个玩偶。看看，我们就是命运的玩偶。
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时此夜难为情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然后他对他说 One morning, I shot an elephant in my pajamas. How he got my pajamas, I don't know. One day. 归去来兮，田园江湖无不归，既自以心为形役，昔惆怅而独悲。